没有啊，冰箱什么时候出现过饮料？那你喝汤啊，热汤。我不要，是泡面这样，这不是泡面啊，是同学一起喝。啊，每天都一起上课没？他刚刚说不知道我今天要开始。不要不要，你们不直接装过去就好了。那好几个，不是啊，那个我，那没算。你把汤匙给我好不好？喝汤啊！我想吃。嗯。那我就不想喝饮料没。晚安。对，豆腐国。东方。那拉远，怎么镜头跟你拉远？我把镜头放左边。这里是。你要给我打我家地址吗？什么歌？这叫《走建国路回家后》，但后座少了你。最近很红的那个整什么意思？就是整不会。没有听过。哦，梗图。城市感，真的假的？嗯，大陆妹。你再去拿一个。是他没有好好录音呢、欸。我不知道他是电影院的女生跟我说，我只听得到吉他，他声音好小。今天不该开直播吗？就是你时常没事做的人才会这样觉得。那这样你们看我直播要带东西吃，带不带啊？好，等等吃水饺。工作我也在偷懒，还没煮。你们大家都吃自己煮的吗？跟你讲，等我以后我搬家，如果有厨房，我也会试着煮做菜。
七巧色色但是勉强算是送给你的，也许有一点太多，但我才不管，我要全部偷偷都往外丢，丢给那些最先讨人厌的司法群众，就算没在一起还是把你看得很重，已经懒得想呼过，可能我们都做看我工作这首歌叫走见过路回家后，走见过路回家，但回家后座少了泥，泥巴的泥。怎么那么长？走见过路回家，但后座少了泥。不是他用走的，为什么还会有后座？我会做菜、炒饭之类的。这歌唱的好激动，对啊，好激动，投入感情去唱。怎么很红啊？我怎么都没听过，没听过很红这件事。老了你，他怎么除了冬粉菜跟豆腐没有其他东西？念空虚，念明念告白地球。天赋们等待观众的电影，去打算上去突然亮起灯，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型，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豆腐锅里面只有豆腐，好笑。我追过你，追过那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你搭电车以为说走路啊？是吗？翻到下巴，没有明显。这一点都不辣，它是麻辣豆腐，可是不辣，它只是看起来很红而已。啊，我觉得这年糕他们自己做，你说自己捏的吗？对啊，不错啊。看大陆妹很难吃，但是很喜欢吃大陆妹吗？的味道，你不想吃菜？菜我只吃空心菜、地瓜叶跟高丽菜。嗯，我也比较想吃这三个。
辣妹，哪来的辣妹？我嗯，他们说我很辣。看起来而已。性很辣，哎、欸、哎、欸，这个好像，我一定要辣妹出来，我真的很喜欢吃辣、欸、就那种辣鸡面，就是你知道听到辣就会开始流口水。就很喜欢吃辣，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不根本就不敢碰辣，长大后变得喜欢吃辣。有辣才香，可能是受家里，因为我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辣，可是我还是没有吃到他们那么辣。差不多了，但不是性格好不好，各位？辣到跑车，哎、欸，我有哎、欸，因为我真的有一阵子，我真的有一阵子很喜欢吃酸辣粉，然后结果有一天吃完我就开始一直上厕所，一直拉肚子，然后就胃就整个在烧，你知道吗？辣鸡面我不行，太辣，我也觉得你们就是吃一口需要休息一下那种，等那过一下就好，那辣的辣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年糕，我休息一下。大王麻，我、哦、麻辣汤面也很好吃，我觉得葱跟蒜就是要加爆。唱个歌，我想一下，《平行世界》十八禁辣哦，那个好像很辣，真的不舒服，去了厕所，真的超不舒服，辣要失踪，我忘记我吃哦，对对，吃酸辣粉。有点台式大炒年糕的感觉，还是有找不到你，我眼睛才在冒着下多长。那这边才好吃，我之前买了一包，好像快吃完了。不是爱上沉默，是爱是若你听不见。要玩就是比如说一个饭卷，然后沾那个辣鸡面的酱，然后沾着吃，哇，饭团原本的味道都不见了，只剩辣鸡面的味道。
还是你？哎，日哥很强哎，那个你的影片是我看过最专业的，那个节奏很好，还不错。你跟我想要的声音不太一样，你是很实况组的那种声音哎，虽然你就是。猫猫挑战多利多汁，多利多汁，我没有听，没有吃过哎、欸。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吃多利多汁的起司跟辣，嗯，好像还可以，可以试试。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吃吧。Hello， 猫猫。逃什么逃？没想到吧，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你叫哦，对，有个 OK， 有个 OK， 他快好了啦。你看，哎、欸，很酷哎，他是你看，他中间一圈，然后中间皮肤已经好像已经好回来了，然后正周围还是红的，很酷呢。你乱来，什么乱来？我知道又不是实况组。在几米走的枫叶。不得决定，那么任性。那我们算不算相拥？你要我讲 hello， 我习惯了，没事。夜哭中成功。咔咔咔咔，哦，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那你们卡你们的，哦，我嘴唇是开玩笑的。回来就，我出去回来就 OK 了嘛，确定。每次我忘记拿钱下去了。就是 cut out。哦，我想要拿着饮料就走，然后他就跟我说：“钱嘞？”这是他收现金。嗯，嘟嘴，嗯，我哪有嘟嘴？我什么时候嘟嘴？我没有嘟嘴过啊。好准，懂吃懂吃懂吃。照片可以再更加油一点，蛮多我的我的丑照，今天要忙前到一下要下了，摸摸吧。那你还问我播一个小时还是播多久？讲的好像你会跟完全不一样。爱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像大海？我播一半，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难过。
对你的印象吗？是吗？是这个问题吗？因为基本上没有看过你本人，所以你的印象应该只有 IG 的照片，就看起来是个清秀的男子这样。我不在笑你。然后突然讲话。哦，对啊，我又忘记，我最近很常忘记点字。然后讲话还蛮好笑的，这样子。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余生都有。要看一下这边应该哈，哥哥。那也来跟着结束一下直播过程的啊。哇，咸鱼这个是专业讨骂，你们要学他、哦，好好学就能被骂。我刚好尴尬，怎么了？他说这是要收现金，这很白痴。不是，然后他因为他找不到，他往旁边一条巷进去，然后两个人就说好去找，然后我就出去，然后我就他就给我引导，然后就说十三号在哪里？我从旁边一条巷，然后我就准备要走了，他说。那个是要收现金的，啊，对不起，然后马上买，你要还他。太白痴，清秀男生没有，他不是在笑你，他在笑自己。差不多是这样。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你不要去吵，拜托，嘴巴好含饮料，我要休息了。我太好看了，真的，骂到翻身，不知道，应该是。那你底下说什么？我不知道，他一直自言自语。他每次我直播就会一直自言自语，然后我没有直播，他就会闭嘴，所以他是讲给你们听的，其实。对啊，因为很无聊。那你跟他们聊天好了。你也烦啊，他今天真的超烦的。我愿意为你放弃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不去再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哦，对，因为昨天，你讲了吗？还没，昨天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要不要考试，然后刚好我们同班那个男子开车那个，然后开车那个。我们要给他一个绰号啊 ，OK， 好，叫同班男子哦，同班同学，然后他就问他说，明天有没有再讲给你们听？叫我问的，对，我们就因为他也想跟他讲话啊，又不知道拿什么话题，然后密的缺乏聊天，对，因为他密的他都不回答，然后。他就密他说就是，哦，我传的，我就拿他的账号去密那个男生说，明天有没有考试？然后那个男生读超还秒读哎，秒读秒回，然后就说，哎，等一下，他跑出那个陌生讯息的那个，我们班的会在这里啊，对啊，等一下他就可以因为你来看我直播怎么办？应该不会吧？有那么刚好啊？会吗？应该不会，我不知道。现在目前是没有新人，应该是安全。可是我不知道。好，啊，应该没事，应该没事。好，继续讲。我算了啦，反正不要那么多人。对。好，他也不知道是哪个男生，反正就那个男生。然后我们之后讲什么？然后之后他就说什么？那男生就跟 Maggie 说，就是他，我朋友也 Maggie 也很怪，就是硬。你说什么？我这样突然追踪你，对，他说你我这样突然追踪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然后他就说会啊，有一点。自己说，不是，他说没有，他说后面又没有，然后后面又补句说对，想说突然追踪嘛有点怪，对。然后我想说正常人哪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会习惯就是换位思考，就是直接把我带进去，就假如我是个那个男的啊，这个女生这样跟我讲话，就是在我对这个女生没有兴趣的状况下，她这样对我讲话，我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我是这样子，其实我是新来的，我不相信。想往前走，
却又忍不住频频回头。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跟那男的有机会有机会，他根本就没有表示什么耶，这很夸张。等一下他真的在看你吃播，我真的完蛋了。不会啦，我也不太爱跟女生。我跟你讲，聊天小教室真的是找我就对了，我真的是很会聊天，可是因为跟你一样聊天。对，可是前提是就是你们必须在是在聊天的过程中，我特别不会，我最不会的就是那种开头，因为我不太会主动，通常都是别人主动。那如果别人主动的话，那我就会很开心的聊天。因为我不太是那种就是去表示我对你有兴趣的那种人。我也是很害羞的人。谢喽。可以啦，上了。我真的觉得是第一个说你会觉得我很奇怪吗？这个是地雷问题。不是，所以你被问这是代表。普通人会说不会啊不会啊，大家说会啊。不是，你不可以一开始就给别人就是这个有奇怪这个词出现在你的身上的那个印象，但他对你的印象，那个我们班那个男的他也问我是女，就很奇怪，那我就觉得不太好，懂吗？好了，不一样，我比较好。对，你不可以说什么你觉得我很奇怪吗？这样子，然后你也不可以，因为你也跟他不熟，然后他也对你没兴趣，你也不可以就是太装熟的那种聊天法。你说你很奇怪之类的，想假装问问左一。他今天考多，他有及格吗？他在我下面。你下一个就他。哦，好，可以了。是要主动，当然都是主动才有机会的、啊。那男生感觉就是不是，不管被不被动，他也要对，就是遇到他谁。有兴趣的女生她才会主动吧。对，地雷问题。你有什么地雷问题？想一下地雷问题是什么？怎样的地雷？他也可以认识吗？这个超地雷，这个超地雷。如果我今天是喜欢你的，对你有第一个对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好的，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对你反正就已经，像如果雅琪今天跟我说可以认识你了，我已经。好啊，然后来倒着。对啊，一般人一定会说好啊，可是他不会对你有太好的影响。Maggie 怎么像个直男？没有，他不是直男，是笨笨女生。装手要跟一下去。我跟你们说，你们家的某某今天想要靠墙壁，然后就把我推出去坐外面，害我被两个人吵了一整节课。没有，我就很喜欢与世隔绝，因为我看有两个女生很爱讲话，就很吵。然后就刚好我们比较晚到，然后就去的地方只剩下那两个位置，然后我就跟他抢靠里面的位置。我喜欢梦也很被动啊，没关系，各位你们可以被动，真的没关系。不好意思，不行，什么意思啊？你们知道 BJ 是什么意思吗？他们两个竟然在上面给我讲 BJ 是，我真的头好痛，你知道吗？新北二十男讲，那样不是在聊天好不好？那样是在干嘛？我真的不懂那样是怎样。怎么说？他就真的笨笨的。为什么他一直卡卡？还有什么？我想想，可以当朋友吗？不行。对，可以当朋友吗？这个也不行。他说不解，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不是啊，那不是大家国中在讲的吗？他，而且那通常不会用讲出来，那通常是打字打出来的吧？打字打出来不行，我觉得你如果还不认识我，你要跟我拿开头，你就是拿一个问题问我，就是课业上的问题，或是问我可能我抛现实的问题，开始认识。但是我他一过来就是想说要认识我，国小就会，我就不行。他很差奇心，他们有这个 CP 名，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对他聊天不能像跟李安一样聊。废话，李安你告白过，真的没告白过。那你这个告白过，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肆无忌惮聊天。
你直接告白啦，不要拖我啦。他说嗨，你缺女朋友吗？我跟你说不行，礼拜一我们中午就要去吃饭，然后呢那时候我还有一个人吃饭，我就走过去问他说，你干嘛又一个人吃饭啦？你干嘛又一个人吃饭啦？好用，我陪你。我嘞，我说，然后他问我说，啊，你朋友怎么办？说，哦，他有别的朋友没办法，没关系。跟我谁？跟我爸爸给他剪。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要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追踪他，然后回他的现实动态，最自然的那种，不然你点进去人家的主页然后按私讯，这样也很怪。对啊，我没有办法回他现实动态，他过我那个我没有办法。有心都有办法。来了两次，什么很可爱，都是一个人来。我要回什么？我陪你吗？那个那样问我只觉得仙人跳。过敏要纠缠你多久？除了吃药，你有更好的选。选一个。那个是什么？抽卡。还有呢？不行哎。Maggie 这样是一见钟情，不是一见钟情啊。他只是对他，他只是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看他哦，长得有点帅，感觉可以认识一下，是这种感觉，不是我要和你在一起，不是那个，不是那种，他不是李阳。忘记了，不是，他说 Maggie 这句很会 ，Maggie 我这句我觉得是仙人跳。要吃饭吗？不是哦，一个人。我刚刚也说，真的，我刚刚还一个人呢。这个，嗯，那这样你要怎么办？但三人行啊，三人行啊。我跟你讲，我不会讨喜欢的，我不是一个重色轻友。你是，我就问你啊，那天李阳在的时候，我抛弃你吗？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敢去跟他讲话，好不好？他跟你说一个拜拜，你就开心成那样。我是不是一直在你旁边？我还带你去跟几个人去聊天。你是不是要开心成那样？还是找他看电影？可以。我觉得看电影太早了吧。我觉得他跟我说我不喜欢看电影。可是他之前不是发说什么看电影都一个人吗？没有，那是山上。哦，山上。开导他一下，我已经放弃，我每天都在开导他，可是他都会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我真的没有办法。开导我。嗯。我已经放弃。不行，孺子不可教也。你是我的爱情教师，你知道吗？我不想教你了，很累耶。你先试试看找一个对你有兴趣的男生，这样我比较方便。这样我很难耶，看我不方便的。我觉得对，我觉得可以先从说嗨说嗨开始，不是他不愿意跟他说嗨。我在街上看到他，我都快尴尬了，尴尬。他一直很尴尬，自己想太多，所以才尴尬。那个男生根本就面无表情。没有，你那时候不是叫我走的，就是叫我先进去吗？然后我从那个玻璃门那边扫了一眼他在哪里，然后这样就走。然后我们在找位置的时候，还刻意略过他那边那一区，然后看别的位置。我们本来就跟他坐不同区的位置啊。可以约约看吧，会打枪机会就机会。我应该是我们第一个跟他聊天。没有哎。他今天我看他的座位，他后面他四个人，他要转过去跟两。那是他们几个人？哪个
真的超累。你打听？我没有啊，我说，因为我有去看那一堂课的分组，然后那是他们那一组，就是那个啊，上次是我们前面那个女生，然后就是会转过来跟我们讲话的。嗯，那刚同组，同组。我记那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名字蛮特别，真的。Maggie 是不是喜欢李维兵长那些？你喜欢兵长吗？兵长谁？进击巨人兵长。不认识。那几天你不知道？你看过进击巨人吗？虽然无漂白，肌肤更安心。哎，他很瞎，他没有看过进击巨人。可是给我点韩剧男主角的名称，我可能会知道。要约出去应该对，团体约出去，你不能一开始就跟他单独，这样单独没人会想出去啊。不是啊，我们在班上就没有群体啊。哦，对了。我要带你们啊，只有他一个男的，然后全部都女的，是这样吗？不是，他带的话只有我，因为我们班只有我跟他好，我才不要。啊，我知道，另外一对情侣跟他很好，那个就是那个穿情侣装那个。哦，不要，我们不认识，不要跟我。不是，我没有约他们，为什么你都觉得我要约他们？不然你讲他们干嘛？不是啊，因为那是他们同批。如果不以我的立场来讲的话，我的那群人就走你。那如果我讲他们那群人就走他们。You know？ 那算了，不要约出去了，好累啊。我觉得好累。团康团体一点，大家一起保龄。哎，对，我最近想要保龄球，哎，要不要一起去打保龄球？早上？是下午还是早上？早上那我就不去了，好累啊。聊电动应该可以，没有啊 ，Maggie 不打电动，他有在玩游戏吗？他感觉就玩，他感觉。玩 Call Master。三。我手机手游就麻将三局。嗯。不能坐下。嗯。而且不能一对一，这样对方不知道怎么想。对。的话，然后他已经是我男朋友了，就这样想太远了。怎么叫他已经是你男朋友了？他开车来载我，他所以就可以把你顺利带到手上。那我们要不要骑车？我们要找一个工具人。你现在说男朋友，然后又变工具人，你知道男朋友跟工具人是不能并存的吗？你很懂。工具人就不是拿来用的啊，男朋友就是男朋友啊，你要把男朋友拿来用吗？不是工具人不可以存在，好，不可以把别人当工具人，听到吗，某某？Maggie 打听一下他玩什么哦，你可以问他喜欢玩什么游戏。说他不会，我们说他不是宅男，你觉得他看起来像宅男吗？有点像，那不现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你就像那个，自己想太多真的不好。你就想太多。我知道你可以发地卡，然后下面留言就会开始呛你说你想太多了吧？什么瞎呗？你会被呛，我跟你讲。那我们找一下，没有，不然你开投票。我说的开车那个是，你可以帮我想，我们两个可以拉近关系，这样对你的好处。男朋友是工具人，我不会让我男朋友帮我拿包包，我不会。我不知道男朋友是拿来干嘛的，牵手抱抱那种。你是他，我跟你讲，大 Maggie 他就是有一种，是想交男朋友，然后不知道交男朋友可以干嘛。他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恋爱，他是因为想要交男朋友，因为他单身太久了。我感觉而已。这音乐下得很好。Yeah, 好累啊 ，K。不是啊。我根本不喜欢那个感觉，然后可以帮我们当工具人，这样会孤独一辈子。说假车假车祸，你放学你就直接站在车子前面。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才叫瞎没。我跟你讲，你就蹲着，然后等到他要按油门，你就站起来，然后撞到，轻轻的撞到你，有可能也还把你撞伤之类的。然后你撞伤，真的撞伤再说。不是啊，他就说，请你站在我的车前面看。
因为我刚刚车东西掉到下面，我捡一下。可是汽车没有，我刚刚玩球球，然后丢进去。哇，这个好牵强。等下加到就懂了，大家有啊，我今天我主播跟你说，礼拜昨天才装好它。因为你走很快，然后在后面跟着你的时候，我差点跌倒。我跟你说骑车，骑车。然后他就这样，因为他很高哎、欸，我站在人家旁边，我才觉得人家很高。没有，你太矮了。没有你很矮，一七三，像是高的吗？标准男生的身高。对啊，台湾男生平均差不多，这样蛮碰瓷，不错吧？现在稍微稍微好。我跟你说，他已经有跟他们那群朋友说我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朋友看我眼睛有变。有可能哦。就是你知道那个那对，就是情侣，情侣装，情侣装那些情侣，他现在有那个男的有事没事就会盯着我看。我真的我有对到一个，就是转过去，然后就是你的锅。他那种事我们一定要跟朋友到处分享啊！哎、欸，我们班捏那个班班密我，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密要不要考试？没有，你说，他说，哎、欸，你知道，他还问我说，他就是我觉得他奇怪吗？但奇怪啊。好妹，我收回。你以后回去，你能不能先问过我？不行，那不行。叫他就是让他载你去医院。他说不然火车好忙，你愿意载哎、欸，你们聊天可以慢慢聊到说啊，你有开车哦。不行，我觉得不能跟，我觉得不能跟他说要开车这件事情，因为就上次那一天来讲，发现他开车那天，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希望你想让人家知道。是。而且 IG 的标题答女生麻烦什么？嗯心碎，女孩子只会让人心碎，所以我不能让变成让她心碎的那种。啊，女孩子她好像老人。哎，你看我这样，这样还蛮可爱的，就是有种那种古代风的那种，就是这边。不然他后来要再叫我救的时候，我就救不了了，我会觉得无法，这不是我该做的。很 OK， 我截图，很 OK。你真的适合这样的发型，哎、欸，他们都适合、欸。嗯，那个、啊，可是这个发型，现在还有人在用吗？感觉就很难用。军事猪，这样像军事的是吗？你有吃过虾姑吗？就是大陆的皮虾。没有。很好吃。想吃哦。军师。对，军师。你现在是不是在烦我？那、啊、你现在要觉得委屈了是不是？委屈了。可可。谢谢你，谢谢你留给我跟我粉丝的时间。其他特殊的韩剧偶尔会有，你说演那种古装吗？我昨天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四月十八岁，等一下，那天几号？今天13号。你看，我跟你说，你重要的事情都这样吗？好啦，生日快乐，好不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爸还在啊，不然他去哪里？我就知道，我现在在已经。石家那是穿越岛，蛮酷的。可是这不是平常会用到的发型。
因为渴望恋爱的每天。我放弃了啦，我放弃了。嗨，芭比。啾咪。啾咪傻子呢？瞎困。不然生日刚好是公演。对，如果我看到你，我可以跟你说生日快乐。啊坏了，人家礼拜天生日，你这表情好讨厌哦。安可的说韩志的生日快乐，可以啊。还有说教，对啊，生日快乐还能怎么样？不敷衍，你要祝别人生日快乐，你会说什么 ？Happy birthday。他附上一个蛋糕。蛋糕。iPhone 的那个白色的，说现实动态，然后都装没看到，不知道讲个生日快乐很难吗？猫还缺熊吧？什么熊？什么熊？我很讨厌吗？我没有哭，不是那个表情符号。人家在生气的时候会打我，现在因为人家对我生气，他们都会传这个符号。我现在很容易满足，讲的好像你以前很难满足一样。超不情愿，刚刚写错服务，刚刚店长阿孔，还有谁？还有 Luke， 还有包子。而且你是第一个，你对我来说。我当然是第一个啊，因为你生日根本还没到嘛。165太大只了吧？那个根本送不上来。右边的比较像生气会打。敷衍，你们就看你们生日的时候我能敷衍到什么程度。我根本不读女讯息，不是啊，前几天也有我的推直播，但我都没有要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想到吗？天妇罗是天不蓝，天不罗是露天的洗澡的地方是吗？露天卫浴。我要跟他们说，我要跟那群很爱说天不罗的朋友讲。
你知道你知道 tempura 是什么？ tempura 是露天卫浴的意思。tempura 才是天妇罗。欢迎明天告白起床。现在志宏的告白气球，真快乐。露天的泡澡池，所以我每天在那边露天的泡澡池，露天的泡澡池，好笑。我们到底误会多深啊？我很想。谢谢包子的告白气球，你们想挽回是不是？有 Debra， 哦，要加 Lo 啦 ，Lo Debra， 哦 ，Lo Debra， 那 Deb， 那 Tempura，Lo Tempura， 那 Tempura 到底是什么？有 Tempura， 有 Tempura 这个东西吗？这么爱讲的没有啊？这很奇怪，他们就很爱讲。他说：“哦，你日文系的、哦、，Tempura。”我说：“我跟你说，你要去吃什么 ？Tempura。”Tempura。是还有机会吗？哦，没有，没有这个词了。还好我靠住哦，啊。他们到底在哪里学？很笑。哎，你们会卡吗？他这边一直说什么系统通知主播网络连线不稳。有人店名哦，店名。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错了？误会多年。没卡，但我的留言会比较慢跳出来。我们不是即时的，我们是录播。我以为卡啊，甜不辣啊，在台湾的甜不辣就是日本甜不辣。是不是啊、哦？荷兰文传进日本，なるほど。嗨，晚上好。大多时间那就好了就好了，很可爱，很顺啊。是啊，是哦，是因为这个手机吧？基本上是外来语，我知道，是你选了很多 camera。Camera， 한가지。前面五块三十块，傻眼。给你们看，可爱吗？无敌根，三三吗？翠丝，翠丝啊，翠丝，翠丝不是那个马吗？是吧？这马叫什么？安迪。那个马叫什么？它应该对。辣美，对，还有辣美。沙西米。最近我在搞那个 accent。我的靴子里有蛇。我说，腔调，对，腔调，对。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教 accent 的老师，然后他就会很一直让我们念，一直让我们念。我知道，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也知道这种东西学吧，就是要一直念，但真的念太多次。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比如说。Camera， Camera， 就是拉 Camera， 录音机，啊，哎呀，
相机。然后就是有人会念 camera， 然后老师就说，哦，虽然我知道很像这句，这个是英文哦，但是你要念对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对，对，就是 camera， 对 camera， 然后他大概重复就是，但是你们不要念成英文哦，这个就是日文这样子。我算了一下，他每讲一个有关就是外来语，他就会重复一个这个字。然后我说，哇，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自己一直在重复，你有印象吗？嗯，你有，他一直重复哦。他叫我们念那个，就是念，比如说 camera 就是相机嘛，然后英文是 camera， 然后我们班上就有一些人会念 camera， 然后老师就说不是，你要念 camera。我知道它是外来语，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念这个英文，我会给你不过。还是要重复大概10遍一样的句子。那算一是垃圾哦，在第五课。垃圾。垃圾哦，那不是早就背过的单字了吗？垃圾哦。你要来三天了，八天。贝拉是在上，老师没有，有人没有念错，他也会重复讲一次。嗯。哎，这句很长哦，他可以一字不漏，然后全部都讲一模一样，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想象自己是日本，没有，我就想象，就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就比如说 deska， 就是还有很多种念法，然后就不知道这个是 deska。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背一个，すみません，可以叫すみません。お弁当をお願いします。ご飯をおごりで おもりもう你忘了？对，没有办法记得，我没有在意的事情。是不是很难？すいません。日文叫什么？すいません。一开始的发音才对。嗯，奥姆里。这它的发音是音调往上。奥姆里。我很确定是奥姆里。因为他一直叫我们重复，这对不对？这是奥姆里。奥姆里没有，他叫你重复，因为他一直叫你重复，所以我就记起来了。他叫我重复很多句，他叫你重复很多句，我记得起来。没有，我最有印象是奥姆里，是往上吗？茉莉吗？怎么可能？奥姆里。大盛り、大盛り吗？大盛り、大盛り、大盛り、
定哎。Omori，Omori，Omori。等一下。真的很怪，因为他我记得他教我们的发音很多都是下去的。我是听不出来日本人都会像他教的那个方法念。对，他说你这样讲日本人听不懂，你一定要这样子讲日本人才会听得懂。可是我每次听他念都很奇怪，就不是我们看日本的那种剧。对啊，他们采访讲话都拼命的录过去了。对啊，他在欧姆里。它是两个 O 啊，倒数第二个 O O 莫莉 O O 莫莉，哎，那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啊嘛，那个啊。大家全部小盒子录音，我听不到啦。哎，我听得到吗？不知道，基本没有下去的，因为你听他们都是一整哦，一整句会不一样吗？给我们的那个在哪里啊？看一下，我好像没有抄哎。对，我没有，只有但是的那个，才会有那个。啊，听起来会不一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我没有抄下来。哎，你把那个我传给你的那个传给我好不好？抓到我的平板。你传给我什么？那个啊，我们的考试的那个，你去 LINE 上面看。你说追那篇文？嗯。餐厅的自助餐，自助餐，对啊，自助餐。对 ，desk 啊 ，desk 啊，嗯，是 desk 啊，那 desk 啊，好，我看到了，我看啊，哦，莫莉。哦，他说ご飯大盛り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でよろしいですか？这样子，抓到我了，很差，不能这样讲吗？然后，反正我们昨天考试内容就是我们两个对话，然后我说すみません，然后他就说。嗨，なんですか？然后我就说，お弁当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したいんですか？然后他就说，ご飯大盛りでよし、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でよろしいですか？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嗨，そうです。然后他就说，スープ，他那个スープが。いりますか？然后我就说はいお願いします。然后他就说ハシ是ハシ吗？还是ハシがありますか？然后就说いいえありません。他说じゃあお弁当を食べ終わって食器を持って返却口是返却口还是返却口？返却口哦，不是口子，是返却口子，这样子。ご飯
我们有东西得修，得修卡，不是得修，是有东西得卡。筷子对，还是 hand 是 hand 卡古对不对？对他们这边也是念 hand， 然后我打字也是念 hand， 可是老师都叫 ba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念 ban 呢、欸。我也念 ban。对，我们就听到就是大家考试都念 ban， 然后老师就说要 ban 卡古古吉，然后我们就说啊 ban， 然后我怎么看都是 hand， 你知道，因为他没有两点，所以到底是怎样，为什么会这样 ？hand 卡古古吉 ，hand 卡古古吉嘿，一代古大赛，然后我就说 ban 卡古古吉はどこですか？对啊。大家都念浊音哎、欸，有垃圾哎、欸，我听到了，怎么样？没有，不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我说我一个礼拜到一次，怎么可能一个礼拜来一次啊？你们老师是关说进来什么东西？你知道？对啊，老师是台湾人，这样。你知道，连我那个电影院的那个日本，就是帮我们翻译那个男生，嗯、他说我拿。那个老师弄一给他看，他说你们这个老师很严格，还要你们念那个刚刚 accent， 对，他说你还要写那个，他说那个老师这样代表他很严，他本来就是我们绘画老师啊，就是专门教我们音调的、啊、对啊，我说他很严，就是他觉得如果老师就是在盯这个的话就代表他很严，没有，他是说一般教日文的吧，可是他那个是专门教我们发音的，所以他本来就是教这个的，可是他教的我的粉丝都说不对耶耶，粉丝传语音我不知道，我没有被传过，反正到最后你会讲日文之后你绝对不会照着阿森斗去念，我们现在就挡着考试就好了，那老师有雷，真的假的呀，那真是很卡酷酷鸡，你们这样学会完蛋，啊！怎么很安静？因为我没有播歌，我在看，我在研究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老师的发音很怪，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发音还是日本人教比较好，不行，日本人来教不能来上课，好恶魔，多次哎、欸，我会搞混你知道吗，因为他跟我说哈西嘎，我说是在，我在想是在照片，哈西嘎，哈西嘎，哈是他说要滴答，哈哈西嘎，哈哈西嘎，是哈西，哈西。我今天在课，你知道吗？每次跟他考试都是地狱，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不知道怎么接。我大二开始就是日本老师了，不要怕，哦、真的假的？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换老师。这样讲不太好。Over there， 所以只有我不是读外文，没有，也不是大家都读外文，就只是大家突然都会。就大家都会。我操，那个中文。啊，慢动作，这还可以变慢动作。只有点名比较认真而已，那我要为什么？
他说你吗？对，他。现在聊聊你告白气球。现在都很重要。他想自己看。因为他平常就是把手机交给我，让我回，说谁不是啊？なぜか君にだけ僕が伝わらない。那去学校的目的。你考什么？我录给你参考。哎，你把新的那个再传来一次。新的是什么？我等下念给你听。这个城市重开啊。我念给你，这个我还不知道 accent 哦，所以这个我是完全是盲念的，各位。盲念给你们听。这个也是陈赏跟那个的。刚刚你学过的其实也什么盛世美颜。念给你听，就是啊，健康診断，健康診断，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一般の検査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そうです。診断書がいります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診断書の用紙がありますか？いいえ、ありません。じゃあ、名前と生年月日、生年月日を記入して、それを持って検査室へ行ってください。検査室はどこですか？隣の部屋です。どうも。あや你竟然以为是你原来你在喊我千年月日。这个我不知道不太怎么样。千年月日診断書。对，診断書。可以，真的假的？那因为我们是要背的，我们不能看。啊，好开心哦！記入して、それを持って検査室へ行ってください。当啦，乖乖哦，当。哪里有当？哦，新当修，哦，新当修の用紙がありますか？然后说书都要念斯ありますか？这样子，几个地方加强，前边几句。すみません。なんですか？健康診断ですか？あ、ない。降下来、对不对？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
健康时代，好，健康啊，好难哦，健康时代，不是，这是他要念的，又不是我要念的。哎，你要学这句，健康时代，健康时代，お願いしたい，したい，健康时代ですか？したい，不对。stein stein 嘎要加重，お願いお願い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ですかですか，健康スタイン健康スタイン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スタインスタインですか，你就说就说，嘎要往下 stein ですか，哦哦，也是体检，好。Stein, 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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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願いしたい。啊 ，Stein, 啊 ，in， 不是 Stein, Stein， 诊断 ，Stein, Stein, Stein 吗？健康 Stein, 健康 Stein, お願いしたい。Stein。したいんですか？だよ。健康したん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です。健康したん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たった今、终于不是が跟ん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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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啊！拆开来念，前面健康诊断和后面分开。健康スタン、ダ、ダ、ダダン、ダ、健康スタン。我录了这句，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好，念完一个再接下一个。健康スタン。お願いした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です。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だん、だん、だん、健康スタン、健康スタン。しだん。为什么一直念しだん？啊，健康スタン。スタン吗？健康スタン，健康スタン，好难，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如果可以听的话，我就听一下他念，我有点手足无措，我看一下这个，我好像有写到，哦，是降下去的耶。健康診断，健康診断，健康診断，健康診断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ですか？健康診断です。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健康アイス。診断，診断，断断，診診断，診断。对不起各位，性党 ，OK， 性党，健康性党，健康性党，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お願いしたい，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したい，不然念轻点，这样这样。健康スタン，健康スタン，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した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したいんですか？心蛋。健康心蛋，健康心蛋，健康心蛋，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ですか？ですか？我跟你讲，这句真的不是我要念，这句是他要念的。我们那个角色是都有分配好的，所以我，嗯，健康心蛋，不是不是不是我教学，是他们教我。哎，我念个排名，我念的太入迷了。
那我在家读日文可以读超久，大概2个小时最久。第十名吉米九，第九名秋胡，第八名我第四代可，第七名今天的第七，第六名可乐王，第五名阿努纳奇，第四名流浪人，第三名志宏生日快乐，第二名明晶，第一名包子。可是还是要微念，是的，是的，没错，你说的没错。哎，我的留言怎么滑不下去？没给力一下，没有，他在滑抖音。结果默默的，没有，我还是要找他，我知道，我还是要找他。没办法，你知道我，因为我们有时候老师都会点人起来，就是回答问题。然后我是有两个机会被点掉，因为 Maggie 如果被点起来，也是我要回答。耶，解读时间，哪有解读？他没在听，对，还没在听。意外的，其实摸到我，真的假的啦？感动耶，好棒！听到我都快，哎，完嘞。对他完全没有在听。结论老师有点累，哎呀不要这样啦，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在教我们。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截图？就不喜欢截图，每次都要截图。妈姐蝴蝶，接完了吗？这个可以当素材，我不要。拜拜，拜拜，休息去吧，你们拜拜，去吧。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慢慢贴近，一点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啊，我的心。狗眼见，对，狗眼见，拜拜，下一期。